大家好，我这盆蝴蝶兰啊，发生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，也就是蝴蝶兰盆土里面的根系呢完全没有问题，非常的健康，但是盆土表层的根系呢却出现了腐烂的情况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看，这个盆土表层的根系之所以会烂呢，是因为这个表层的根系啊它受损了。受损之后呢，再加上我们可能经常会给这个植株啊盆土表层喷施水雾，或者是呢保湿工作做得非常的好，这样呢就很容易滋生病菌，然后呢导致这个根系啊出现腐烂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处理呢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准备一把干净的剪刀，然后呢将这个腐烂的部位啊直接修剪掉，而且还要进行适当的扩创。如果不及时修剪掉，后期呢感染严重，可能还会影响底部根系的这个生长。像这些已经烂掉的部位呢，也一定要及时的修剪掉。剪掉这烂根之后，第二步我们就是要做好杀菌工作。这时候呢要在伤口处涂抹杀菌药，我用的是这个乙唑多菌灵，我们用棉签沾上一点这个药，然后涂抹在这个伤口处，这样可以避免伤口啊继续感染。伤口处涂抹杀菌药之后，后期一定要注意盆土呢要适当偏干一点养，不要给它再喷洒水雾，以免造成伤口碰水而出现继续感染的情况。偏干一点养，等到伤口愈合了我们再正常养护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